你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吗？为了自己的成就，你会付出什么呢？您收看的是第一频道节目《等着瞧》。在直播中，我们谈每个人关心的话题。拉曼，您是不是商人？您和特朗普也有过生意吧？和他讨论过什么话题？握过手？看着他的眼睛，对吧？我们继续和专家谈涉及到的话题。今天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科学博士、住宅合作室主任拉曼·瓦西列科。拉曼，早上好。您好。不瞒你们说，一开始我对这个人持怀疑态度。我跟他直接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我采访的时候不会投其所好，我会拷问你的。我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是穷人还是大款，我无所谓了。我会拷问你的。而他多么相信他所说的。我三次破产，每次又从零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衣服穿，没饭吃，没法养家。而现在我是我自己成立的具有十来个企业控股公司的主任，全世界有几万员工和我合作。我叫拉曼·瓦西列科，这个故事关于成功，你的。人家真正想发财时，他开始想办法。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出色的才能，如果你不中彩，如果你不是富二代，那就选择不多了。因此，好多人想到实在发财的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梦想，多层次传销。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因为一方面你渴望完善自己的财务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做多层次传销，因为关于这个事情有许多传闻、偏见和不理解，社会不把多层次传销看重，而且直言不讳，经常斥责这种赚钱方式。结果你面临很难的选择，要么冒险做网状生意，而使自己的家属生活有保障，实现自己的梦想；要么拒绝这个机会，而继续过以前的生活，什么也不改变。做差不多三十年多层次传销生意，我生活中有过一段时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是做网状生意的。谢天谢地，这段时间已经翻过了。现在我确知，当时我下了正确的决定。否则的话，我现在会在什么银行工作，每天上班，也许做了高级管理人员，会达到职业的最高限度升级，会拿到固定的薪水，会从属于谁，会害怕丢掉自己的位置。现在可不是这样，现在我是自由的，我脚踏实地，不从属于谁，因为网状生意真的是自由经营生意，这种生意提供充分自由，财务上和时间上的。你不从属于谁，你做你自己的生意，想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而且在你认为需要的时候，想和什么人合作就和什么人合作。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把我周围人的讥讽的话放在心上，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呢？请记住我的话。现在一些人比你有钱的，比你社会地位高的，他们讥讽的态度，看你做的职业是多层次传销。但是过一段时间，比如五年，他们会达到什么，而你会达到什么？他们有什么前途，而你有什么前途呢？他们的位置最多会涨一两节台阶当佣工，而你过五年会做百万富翁。啊，你会从你成功的高度微笑着往下看他们，而他们仰视你从下往上的。在场的各位，晚上好。
我认为多层次传销是唯一正常的，大家可以享受的，能让任何人发财的选择。毫不夸大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提供这么硕大的机会让人从零发财的方法。做网状生意，你可以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想象有多少钱。而且重要的是，网状生意能让你在其他生活方面也获得成功。你发展人的个性，你跟人交往，你学演说艺术，你会经常去旅行，你可以帮助别人。做这个生意30年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通过多层次传销，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重要的是真正燃起热情与希望，不放弃你的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的财产，我的生活方式，都是通过多层次传销而形成的。在这个视频中，我想实话实说，多层次传销讲它的实况能力。我会明显的证明，网状生意是你能够获得成功的好工具。我一直知道我会过好日子，我要过好日子。我从小就知道我应该很多工作为了养家，过上好的生活。我是在军人家庭出生的，小时候是在驻防部队度过的。高中毕业，我上了个军校，做了军官，在海军里服务。多层次传销，我是在90年代认识的，当时他刚刚到俄罗斯，我上了一次多层次传销的班。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种生意。然后我试了试，而我开始有好的结果，我赚了钱。之后我开始更深刻的研究，而发现这个生意能提供这么大的可能性。大多数人对多层次传销都没有概念，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吧。多层次传销是独立买货人网络，他们直接把生产者介绍给购买者。其实这个模式你们早就很熟悉。我们天天无意识地买东西，你想想，度假回来以后，如果你满意的话，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您会和您的亲戚朋友交换感想，肯定会有人住了同一间旅行社，住了同一个酒店，去了同一个疗养地，或者您看了什么好电影，在社交网站写了个评论。您的朋友做什么呢？他们会和您一样看同样的电影。我们每天都交换感想，谈银行、保险公司、理发店、饭店、汽车，谈所有我们的生活中使用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其他人也用同样的服务，买同样的产品，找同样的银行，用同样的交通工具。您穿名牌衣服或者开某款车的时候，您无意识地给他们做了广告。那您来想象，您提出意见赚钱，目前这跟普通的生意没有区别，因为在商店营业员也是做他的工作赚钱。但是区别在于，经营者组织一个团队，然后拿到整个网络努力成果的回扣，就是这种生意的重点。多层次传销是个非常简单而自然生意模式，它是根据自然规律而建立的。您想想看，一棵树，您邀请的人是最粗的从树身长出的树根，他们同样邀请自己的朋友做自己的网络，那些人像细一点远离树身远一点的树根，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最细的树根。现在您想想看，您能赚每一次销售的利率。意思是说，好的网状生意可以跟成熟的强壮的树来相比，树根系统越宽越深，它就变得越广阔越强大，而所有的小瘤变成一个强大的数十万、百万美金的现金流。像在大自然一样，最难的步骤是在最开始，树还很小，像一根草一样，树根还很小的时候，它怕干燥、怕太阳、怕风、怕冷，这是每一个做多层次传销的人都必须要度过的最艰难的
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你受的苦越多，你的树会长得越大，树根系统会更发达，然后慢慢的树根系统开始自己发育了，树身砍了还是会有新的芽苗长出来，树还是活着。而您是在这个流动的核心，您一直在这个一天比一天强大的现金流当中。现在世界上多层次传销年周转额超过2000亿美金，专业的在多层次传销行业工作的人超过1亿人，这还只是全职做此工作的人数。每周世界上从多层次传销中产生2位美金百万富翁。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吧。首先，任何人都可以做多层次传销，不论年龄或者信仰、国籍如何，谁都可以做。而且请注意一下，对于40到45岁的人来说，找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转入预备役的军人，比如说，工作相当不好找。现在如果你已经50了，你完全没有用，没办法赚钱。退休者、学生，如果毕业于学校，你会拿到一个工资很低的位置，想做高级管理人员，平均需要10年时间。过10年左右，你才会做高级管理人员，会有好的工资。网状工业赚高级管理人员水平的工资需要2到3年时间，一个月能赚5到10万美金。而且在多层次传销领域，这还不算什么，这是高级管理人员一般的收入。多层次传销是未来之商业，虽然它是上个世纪在美国出现了，为了符合现代生活的新常态，它不断地改变而更新，吸取着最新最先进的东西。不过网状传销的实质依然如故，它的核心依然是人，它是不可以被机器、被技术所代替的。有人问拉曼，为什么这有那么重要呢？你们看一下周围，世界上每天突破技术，往年的一些专业现在已成为过去，工厂、农场变得自动化，在服务领域，机器开始代替人，引起工作岗位减少，失业是现代社会的大患。怎么可以保证自己的未来？去哪里工作？怎么养家糊口？网状营销给予任何人的机会管理自己的未来，因为人是不可以被代替的。多层次传销有什么特色呢？他们真不少，最重要的是你完全自由，你不给老板打工，你没有时间或者空间限制，他们简直不存在。你不限于拿到的收入，你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你想和什么人合作就和什么人合作，不听别人的安排，你可以形成自己舒服的团队。换句话说，你建立你自己的生意，自己给自己而建立，你自己怎么安排就赚多少，没有收入限制，没有空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老板也没有。你自己提出目标，自己达到那些目标。你可以提出巨大的目标，这是自由经营生意，你是给自己干的活。进入任何网状公司，你为自己工作，人家给你工具，给你簿记核算，给你产品，然后你为自己工作。一部分的职务，一部分的服务，总公司来完成，但是你做的是你自己的企业，自己的生意，而且你想赚多少就赚多少，只要功夫深。如果不是多层次传销，还有什么选择呢？现在在哪里可以赚这么好的钱呢？不论你的文凭和年龄呢，不然就去向上爬，等了10年、20年时间，可能会做高级管理人员，天天上班下班，当着佣工，没有任何的自由。网状生意是团队的工作，每一个领导希望帮助自己的推销员、自己的团队、自己的结构。你开始在多层次传销工作，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是团队的生意，因为你赚了钱，你的上级才能赚钱，而你拿到的就是支持和帮助。每一个领导希望自己的团队获得成功，希望他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获得成功，这是独一无二的生意。在你帮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提升。这一点与典型的独狼生意或者相互吃掉的商业大鳄的生意有本质上的差别，大家互相支持，因为他们互相都有关联。团队赚了钱，领导才能赚钱，因为他拿到自己团队努力成果的回报。
而在团队工作就容易一些。无怪说在多层次传销获得成功的人是在典型商业的两倍之多，就是这样。这专业是独特的，在提升的同时，你不仅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能力赚钱，而且你有更多的功夫可以对家庭抽出更多的时间。你会成为世界主义者，因为你有机会去各地旅行。做网状生意的人最会旅行的，你们看一下社交网站上的照片，这些人哪里都去过，只有做网状生意才能这样。朋友们，你获得的本领让你随时随地的可以赚到钱，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任何时间。我们网状生意有个俗语，闭了嘴工作岗位就没了，你的知识都在你的脑袋里，你可以在任何时间给任何人讲一讲你所了解的东西，他们向你咨询一下，而结果就赚到了钱。你们知道吗？好多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网状生意，他们是亿万富翁、政治家、好莱坞明星、运动员等等，其中就包括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比尔·克林顿、理查德·布兰森、罗伯特·清崎、查克·诺里斯、霍克·霍肯，连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也在其中。有人问唐纳·川普，如果重新开始的话您会怎么样？川普回答说，我会找一个刚开始运转的有好产品和教学系统的网状公司。一大厅观众都笑了起来。川普又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做观众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沃托·巴菲特亿万富翁和投资者就这么做过，他买过网状公司，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明智的投资。罗伯特·清崎说过有关网状生意，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寻找并建立网络，而其他人在找工作。伯恩·翠西，商务与个人成功世界名家，认为多层次传销提供让你开始马上赚钱的可靠的成功绝招。请问一下子拿到100万人民币，还是每天会翻一倍的10分钱，您会选择哪个？连初步数学知识的人当然会选择10分钱，因为在一年之内它会变成几百万人民币。什么是金融金字塔？这是非法的或者是半合法的重新排列资金的这样的组织呢？金融金字塔的区别在于它们绝对没有什么产品，或者他们会说我们卖的是构思。而什么是卖构思？金融金字塔也没有教学，金融金字塔是非法的，金融金字塔的生命很短，他们把下层的钱排倒回上层，一般来说过半年、一年，最多一年半，他们就塌了，破产了。而后来的人不可避免地丢失自己的钱，在任何金融金字塔里一定会失去钱的。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项目，你们要注意安全了。好多人吸引别人到这样的组织，他们想谋取私利，追逐暴利，他们想立刻拿到钱。如果一个组织没有你能拿到的产品，或者是你能用的服务，你买了它，你有了它，而这不是损失，这是真正的获得物，你可以退它，把钱还回来，那这是正常的公司。如果不能还，那这叫做金融金字塔。我想警告大家，别让人把你们吸引到金融金字塔，吸引到财政三角，吸引到老鼠会，不要上当受骗，也不要欺骗别人。你们欺骗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遭到报应，一切都有因果关系。不要玷污自己的好名声，自己的历史，要始终保持正言，别被别人骗到这些金字塔，别相信他们答应的高回扣想立马暴富。
如果有人想做多层次传销，第一步是要了解网状公司怎么运转，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你自己喜欢的产品，然后要考察市场，看看供应的是什么。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公司是否有教学系统，如果有自己的学院就更好了。第二，在公司的酬薪有多高？公司照顾自己的推销员，给他们付高的工钱的话，公司就会成功的，而你会顺利的建立自己的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算好的公司，人们会愿意去那儿工作赚钱，他们就会买产品，而公司的人员不会流失的。要做比较，看一看，比较一下在其他公司，在其他公司做同样的工作量，他们付多少钱，就应该选择一个多付一点钱的公司。如果公司付好的薪水，就不需要劝自己的人，对公司保持忠诚，你就不会有损失，人家也不会去找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公司，他们会沾上你的团队，因而你的团队会扩展变大。你一选了公司，就当然应该买他们的产品，开始用它，你自己开始用了它，就可以开始推销它了。完完全全，当你完完全全了解了它之后，就可以开始卖它了。推销为任何多层次传销公司的基础，而任何推销是从你那里开始的，从你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从你有多专业的、是否客户喜欢你开始的，之后才有你推荐的产品。任何推销从个人交流开始，从你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从自我修养。每一个开始做多层次传销想赚钱的人，其实做任何生意的人都应该从自己那里开始，他应该从个人发展、上培训开始，从精通自己的业务，从自己的外貌，起码买套得体的西装。做任何工作获得成功很不容易，如果你还没有达到成功的话，应该考虑考虑你选的路线是否正确，要不要试一试另一个路线，看一看作为实验。你们知道吗？好多获得巨大成功的人一开始来到网状生意是为了证实它是个错误，结果他们给自己和自己亲戚朋友证明了相反的成果。做第一步很难，但是不做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您记住，在您给别人工作的时候，您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是自己的。想再多层次传销取得成功，也要下不少功夫，这不是让你一次发财的魔杖，但是这里不存在你发展和实现梦想的障碍。在网状生意当中，你可以达到任何水平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最珍惜的。做多层次传销，你能做你生活的主人，你自己安排自己的前途。网状生意能带来最大的收获是巨大的资金、名誉和自由。获得成功应该与众不同，不一般。成功总是克服，总是发展，总是疼痛。任何网状公司有好多人来试一试，他们一次没有成功，两次没有成功，就不敢往前走了。软弱的人，他们惧怕挫折，不敢坚持，害怕被否定，他们就一辈子这样继续下去。他们不下决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不是所有的人一样会坚持，所以所有的网状公司都有很多人来试一试，而大多数人被负面的经验和拒绝吓跑。对他们来说，不做什么比再一次听到不这个答案强。大多数人害怕被拒绝，而你应该明白，他们拒绝的不是你，不是你，也不是你的产品，他们简直现在还没有准备接受他。他拒绝的人是他自己。获得成功，你就应该经过这些拒绝，你应该听到你的前100个不。孩子们学走路的时候，他会摔倒多少次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摔倒了一次、两次、三次就放弃学走路了。好像我被拒绝的次数比我脑袋上的头发要多，我身体里没有那么多神经细胞。被拒绝了，被拒绝了，那怎么了？他们现在在哪里？而我现在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钱
都在人那里。所有的，意思是说，你想让钱进你的口袋里的话，你应该给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成功有三个秘诀：第一，每天做一点，重点是在每天上，不在一点上；第二，应该紧跟可以教你的、对你有兴趣的、走这个路线的领导，你可以向他学习；第三，应该起码一年时间保持这个节奏，最少一年，你就会得到知识、职业性的技能和金钱，到时候你已经会有自己建立的带来固定消极收益的网络。别人经常问我从哪里开始自己网络，实际上我们个人已经有这样的网络，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和远亲熟人。建立网络简直需要不停地和很多人交往，应该上很多培训班，应该参加很多活动。如果你不在家里待着，不在自己办公室里闷着，总在流动当中，要不你会碰到什么需要的人，或者那个人会遇见你。如果你在流动当中，无论如何你还是会有自己的网络，你有一个很宽的人脉。如果你坐在家里或者坐在电脑前面，哦，那获得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你写下你认识人的名单，翻一翻手机上的通讯录，你手机上的联系方式真不少。难道没有人对你的产品感兴趣吗？总有人可以讲讲你的产品，也会有人让你走开。有人听完你说的，有人会跟你走，会跟您走的人会很少，可能是10%，每100个人中有10个。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很重要。无论你被拒绝多少次，你还是会去跟别人宣传你的产品。做多层次传销的人都是最不一般的人，因为大多数人被拒绝的时候，他们会微笑着继续往前走。这叫顽强坚持。你的成功就是从百折不挠开始的。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具备人脉资源，这个完美的很棒的资源，但是我们不利用它。同时我们不断地无意识地卖东西。您想想看，如果把这两个元素连在一起会怎么样呢？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人脉推销产品，这就是网状生意，你能拿到固定的收入。如果你想赚大钱，你就应该下大力气，你应该放弃所有的其他工作，专心这个领域，那你就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达到你的预期目标。有人错误地认为多层次传销的收益很小，但是如果专心做这个业务，你可以赚不少钱，可以购买房，买别墅，可以储蓄退休资金，储蓄家庭资金，不只可以养活从业者，还包括他的家人、孩子，甚至是孙辈的孩子们。生意的开始和飞机的起飞有类似之处，应该踏动油门。想提升的话，应该加足马力，应该全心全意地做这项生意，致力于你的目标，付出你的精力时间，为了起飞。每个人可以做销售员，每个人可以致富，最重要的是要顽强，就是牛脾气。坚韧的牛脾气是可以和其他习惯一样练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不放弃，永不放弃，一定要做下一步，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应该做下一步，永远别停止前进，别改变自己的目标，要忠诚地追求你的目标，相信你的梦想，而往前走，走到底，行动，行动。你的牛脾气应该震慑他人的，你的坚韧应该强大到让对方不可抗拒。牛脾气让人吓到说你是神经病，比如你回头觉得你没敢尝试，要做得更好。你应该去做并坚持到底，即使对方被吓跑，那你就会有钱了。坚持是不可战胜的，坚持是任何事情获得成功的秘诀。当然会有人不理解你的，会说你是个傻帽，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与你无关。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给妻子给孩子们把钱拿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坚持，坚持到底。而他爱跑，爱跑就跑呗，可以找别人推销，你身边的人都应该成为你推销的对象。别害怕，继续推销，你没有什么损失的，不会损失你没有失去的东西。最近我登上了欧洲最高的山峰，是额尔布鲁士山的西峰，高5643米。登山需要用
нужно делать小步攀爬，吸气，走一步，吸气，走一步，这叫做喜马拉雅步伐。走一小步不难，但是如果你不停下来的话，你一定会走到山峰。有志者事竟成，生活中、生意中也是同样，一定应该走下一步。这是我最基本原则当中之一，总是要再做下一步，无论如何再走一步。目前最有效带来实惠财富的方法是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你能看到对方的表情，有和他个人交往、建立和他个人关系的机会。这从语言和肢体语言交流角度来看，总比通过什么在线聊天 Skype 效率高，当然覆盖面倒是更广。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达到更好成果的能够培养正宗职业经理人的更好的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立在人之间个人交往基础上的覆盖整个地球的人脉网络。为什么我强调的是个人交往呢？在互联网也可以很快地建立很宽的陌生人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建得快，塌得也很快。而个人交往、个人关系、个人接触保留得很长时间，人们成为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效率最高的工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现实的有活力的交流。个人关系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全世界被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维系着。让我画一个多层次传销的图吧，我会画一个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多层次传销。如果你做多层次传销，一个人没有办法取得成功，需要团队。想要得到巨大的成功，你应该学会在团队里工作。伟大的成功，成为百万富翁需要有团队，那你就建立自己的团队。这个团队拼图用互相搭配的人拼成，以自己的幽默感、合理的思想、坚定的目的性、互相搭配的才能，这些都结合在一起，结果有了献计献策的核心，有了一个克服一切障碍的团队，任何障碍的志同道合的团队。他们的长处在于他们都很不一样，而每一个人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一个人为团队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叫做多层次传销。当然，如果有会开玩笑的、会调皮的、会引领的领导，而且肩负重责的领导，他会得到非常多的财富，因为人们会追随他，因为和此人在一起非常舒服，他周围的世界变得多姿多彩。如果你周围的世界多姿多彩，人们更愿意追随你。你要创造有意思的生活，人们就会被吸引到明亮、舒服、积极、有成功味的地方，有幽默味、有金钱味的地方。以上元素相互吸引，像雪球一样。成功是你灵魂的状态，成功是永恒，而且成功伴随着80%失败的可能性。只有20%的成功使你成为成功人士。成功是永恒。如果人是成功的，那他就是成功的，无论他有过多少失败。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每一次交易、每一个会见、每一个合同对他来说都是成功的。当然不是，他的失败比成功多得多，但是他依然是成功人士。为什么呢？总的来看，因为他得到了真正的成功，超过了他所有的失败。如果你和成功人士交流，和比你赚的钱多得多的人交流，和超过你的人交流，如果人们想得到什么，他就可以教会你。他超过了你，应该向比你强的人学习，从他们那里才可以学会知识，学会好的习惯，学会好的行为，学会好的手势。如果你和成功著名人士长时间交流，当你离开他们后，你会无意识地像他们一样行事。
你要同超过你的人交往，你要同比你强的人交往，在交往当中你才会得到成长，得到好的发展。获得成功，你应该有个目标，而且你应该为你的目标保持忠诚，不可以欺骗自己的目标，不可以放弃自己的目标，应该专心往前走，走向你的目标。无论如何，你脑子里面有了个念头，有了个目标，你想要什么东西，这就是你的动机。想了就做，行动，思考，梦想，朝着你设立的目标前进，就是一直向前，勇往直前。做了错事，受了责备，严厉的责备，扔掉包袱，继续向前。如果你站起来继续前行，你会得到一切。我曾经拿到过很多，失去过很多，做错过很多，但是每次都重新站起，继续前行。我的口号是再向前一步，无论如何起来，再走一步，无论如何，你脑子里边应该保留个念头，无论如何再走一步，就会达到你的目的。目标小的人赚小钱，目标大的人能赚到大钱。一切都在你的脑海里，所想你所思，心想事成。你应该有远大的生意目标，就会有大的生意。应该有个明确的目的，你应该明确你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你想赚多少钱，你需要这些钱干什么，应该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你知道这些会是有结果的。如果你有远大目标，你就会有机会、前途、发展。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以做的很多。而为了钱，不一定。单纯为钱，我不会去做什么的。如果开始做了，那就是为了得到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当时没饭吃的，毫无尊严的，被压垮的，被偷光的，看川普生平的我，不可想象，过不到两年时间，我就会在他办公室和他本人说话。你是没有限制的，保持对你梦想的忠诚，想象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你有多大？10岁，20岁，30岁，40到50岁，你能活多长时间？10年，90年，80年，多少？70年，这就是你留下来的时间。你打算什么时候生活呢？应该现在生活，现在赚钱，行动，现在就开始做通向成功的一步，行动，做能够改善生活的选择，行动，流动是生命，生命是成功，你的成功。